少林寺公然谋反，朝廷列为叛逆。南少林一定要重建起来啊。转去广东，稳妥之事。好功夫，我想多联络几个有志之士去开创南少林。我心服口服做你徒弟。师傅，师傅，逐货搜查，非只有智山搜出了不可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少林寺一定要重建起来。